我是朱莉安娜，我们是恩乐亲人小组，每周相聚，我们是在轻松和欢笑中学习、讨论、分享、交流，互相关怀和祷告，结束的时候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。你想要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吗？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亲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莉亚，我参加我们恩乐小组快有一年了。我们的小组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小家庭，姐妹之间互相彼此关心关怀。每周五我都非常期待参加我们小组，期待与姐妹之间的聚会。我们虽然是线上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彼此的温暖与关怀，也彼此可以更深地感受到彼此生命当中的成长。每周师母都会带领我们讨论非常有趣的话题，让我们在轻松活跃的氛围当中分享自己的思考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成长。我们非常期待你加入我们这个活力、快乐、有爱的小组。你好，我是燕燕，我在恩乐家庭小组已经快有一年的时间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家庭团聚，每一周大家都期待着彼此见面，虽然我们是在互联网上，但是我们的连接却是由神引领我们的。在这里我们共同的学习成长，而且分享我们心灵中最想说的话，彼此鼓励和支持。在这里我自己成长得非常的多，甚至觉得生命也开启了新的篇章。这种家庭的关系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，即使在真正亲人的团聚当中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不知道你是否也想加入我们的小组，跟我们一起共同成长，欢迎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恩乐小组的韩笑。我来恩乐小组已有半年的时间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我受到了来自我们小组姐妹对我的关怀以及鼓励。虽然疫情阻隔了我们距离上的接触，但是更拉近了我们心灵上的距离。在神的关怀下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成长，一切荣耀归于神。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关怀，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谢谢。小组欢迎大家来参加，我们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半，我们大家诚挚的欢迎你的到来。